朋友们好，最近我一直给朋友们介绍乌克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前面给朋友们介绍了惩罚者。惩罚者它是一个比较小型的无人机，它总共的载弹量就这个重量只有2公斤，而且它的飞行距离也比较短，不到差不多就是60公里吧。它的高度呢也只有550米，所以呢就是它只能执行一个比较小型的任务。那大型的任务它用什么无人机来执行呢？乌克兰在多年以前就已经研发成功了 PD 系列，现在在网上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是 PD2。PD2 呢，它还有一个名字是叫 UAS。UAS 是什么字母的缩写呢？英文是 Unnamed Aerial System， 就是无名者航空系统。在刚刚试制这款就是无人机的时候，它主要是想让它运货。它的运货量是相当相当大的，它能够运载55公斤的货物，而飞行距离也是相当的远。你想它能够飞行200多公里的距离，你想跟前面我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个惩罚者 Publisher， 它只能飞50多公里60公里嘛，所以就是两者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而且呢就这个我给大家说的 UAS 系统啊，它还能够飞，高度也相当的高，前面的捕食者只能飞差不多500米的这个距离，就是高度。而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 UAS 这款PD2 系列呢，它能够飞5000，当然它速度稍微慢一些，前面我给大家说的那个小型的那个能到200公里每小时，而这个 UAS 呢它能够就是飞160公里每小时，这是极限速度，可能平时飞的比这要稍微慢一些。但是这两款飞机它也有相同点，就是都比较注意隐身，都装有隐身雷达。尤其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 PD2 UAS 这个系列，它隐身雷达这个能力是相当相当强的，基本上是到现在它已经因为这个是量是相当大的，你在各种资料上去查都很容易就查到了。它跟前面那个不一样，前面那个就是惩罚者是由私人公司研制的，而现在我给大家说的这个 PD2UAS 系列呢是由乌克兰的国防，就是相当于国防部啊参与的整个给研发的，它是就是非常非常高端了。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实战经验。现在我准备给朋友们就是说的是，这款飞机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呢也可以通过起落，就是这种弹射架往上射着飞，也可以在平地像直升飞机那样直接飞起来。它就是有既是固定翼的这种飞机的结构，同时呢又有直升机的这个特点，就是相当对地形的要求相当相当低，就是在船上，它小船上它也能够平稳地把它飞起来，然后能够平稳地收回来之后，它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模式，可以切换到这种滑翔模式，可以切换到这种直接落地模式，它呢也可以把这些发动机全部关闭，然后运那个降落伞来慢慢地降落。另外就是这款飞机的动力啊，它采取的是电池跟就是那化石燃料的两种结合的，因为要飞行200多公里距离，光电池可能不太够用，就是说是运这个燃料的时候同时发电的时候呢就节约燃料，就这种属于油电混合的这种飞机。就是它是什么时候研发成功的呢？因为 PD1 系列它是从2014年就开始研发，PD2 呢从2020年那时候就已经在乌克兰阅兵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现在的这种 PD2 呢，它除了运货之外，它也已经配备了一些导弹。你看我们有时候从一些视频上看到它放上几个靶之后，它很轻松地把那个靶就给打掉了，所以它在反坦克呀或者是反一些其他的一些地面目标的时候，它也是表现是相当相当杰出的。就是乌克兰它的整体来说，它自主研发的这些就是无人机啊，这方面它已经超过俄罗斯了。俄罗斯你看它都基本上是民用级的，上面装的都是民用级的照相机啊等等的。而且呢它那个飞机就是门类也没那么多，当然了它吃苏联的老本嘛，那苏联大部分基业都由它来继承了，在它还有一些总体来说它军力还是占强势嘛，所以呢它不能输。而乌克兰呢他跟俄罗斯不一样，他呢就是可以输，输了我再赢回来就行了。所以呢他当然也盼望着胜利，但是他也不怕失败。而俄罗斯呢就他是输不起的，一输可能就是全盘结束了。现在我们最后啊再顺便聊一下，就是乌克兰可能会成为大号的以色列，很多朋友不服嘛。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啊，
你看，其实以色列在刚刚建国的时候，其实武器装备相对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也是相当落后的，打仗的时候也是相当被动的。那时候还有一段时间还不得不用骆驼来运输。当然后来人家就好了，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系统的这个对抗，主要是美制，就是怎么说呢？就西方的美国这个体系跟苏联体系、俄罗斯体系这种对抗。其实现在乌克兰也是一样的，也是美国的这一套跟前苏联还有被俄罗斯继承的苏联的那一套来对抗的。那最终你看以色列什么结果，你也就可以预料到乌克兰什么结果了。有些朋友当然留言说是乌克兰话狠，但是事儿不多，但是人家也很厉害啊。你看咱们等着看最终结果。最终结果吧，乌克兰必胜。好，谢谢，再见，拜拜。